哎，师姐，我找到那个咖啡厅了，它好像是个新开的咖啡厅，就在我们以前高中的附近。老板在展厅看过你的作品，你们好好谈吧。好。哎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 什么？你不能好好说，你还吓我？我没吓你啊，我这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。等等等等，当什么当啊？刚刚外边电闪雷鸣。哎，我也没想到会下雨嘛。我想的是你一进来，你看到这些，啊这些，还有这些，是不是特别喜欢啊？你不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罗曼蒂克啊。哼。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你还把人家店都给包下来？我没骗你，我是要你的木雕放来店里镇店的。这个店是我开的，我是店长。我这回国3个月没联系是干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筹备这开业吗？我心里想的是，等开业之前给你还有爸打电话，告诉你们有免费的咖啡券和蛋糕券，让你们过来之后呢，哎，发现这个店是我开的，惊喜不惊喜？意外不意外？ 想法不错，是吧？但是我爸很忙，他肯定不会来的。但是你肯定会来啊，免费的蛋糕券。我只要听到免费送券四个字，我就会把电话挂了。哦，这样啊？对啊，现在那种推销电话多得很，骗子才会这样，谁傻谁来。 可是李姐姐，你看，你小时候不是最想当的就是甜品店的店长吗？蛋糕随便吃，奶茶随便喝。来来来，尝一尝，这是小哥做的。哎，我今天看牙了，我不能吃这个。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，你尝尝嘛。哎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一口一口，就一口，尝一口嘛。 好吃吗？来，好吃，再吃一个。来，来来来，我真的不舒服，不能。你就再吃一口，我不能再吃，不舒服。对不起啊。不不不，我对不起。你做了这么多，但是我的确不太舒服。 你那个木雕你想放哪里啊？啊，我放前台，最显眼的地方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不要那个木雕了，我重新给你挑块好料，给你雕一个三足金蝉送给你，做生意嘛，图个吉利。你送给我呀？嗯，你不也请我吃蛋糕了吗？啊。
雨婷，哎，我回工作室了。你要不再坐会儿吧？我不坐了，还有事儿呢。哎，不，那我送你。不用不用，你坐你坐，你忙你的，我先走了啊。那路上小心啊！啊，再见再见。